可以把我附魔化，可以把我人格扭曲，但是你们骗不了上帝，上帝会在天堂看着你们这些魔鬼。连上帝魔鬼也喊出来，眼看喜田庵这把火可能就要烧到自己身上，前第一千金陈信宇情绪再度失控。上帝会在天堂看着你们这些魔鬼。